这里是南树里的一个town home，是名字叫 Berkeley Village。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是厅，就是上来，然后这边是厅，一个厨房，这是一个东西朝向的一个房。然后这边是有一个工作间。然后有一个一半的这个洗手间，厨房，是五个炉头用 gas 的，然后一个 full size 的双门的冰箱。然后再上楼。那就是卧室了。好，这个是一间房间，然后，衣橱。这里是一个房间，储在这边。洗衣机也是用的是这个，full size 的，蛮大的。然后这边是楼上的一个卫生间加这个 top。那再来看就是主人房。主人房的这个套间是带有两个洗手盆的，sink，两个洗手盆。然后是那个 shower，然后这个户型呢，就还有一个 rooftop deck，就是有一个楼顶的一个大露台吧。看一下，这边还有一个小窗户，那阳光比较好。OK，哦，非常 cozy。一个露台，哦，这边还有也有一个 top 啊，室外的。哦，今天天气好好啊，不冷不热的，还蛮舒服的。这边是景色，看一下。OK，那我们下回来这边呢。它这有一个是并排的车库，看一下，side by side 的，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呢。到那边可以当做一个工作室，放一些工具，放单车啊，然后可以停两排车，并排停在一块儿。Open up, open up, open up, open up. Cold as ice and Coca-Cola. Open up.